各位委员哦，还有我们财政部各位长官哈，就是我们大概已经私下询问了啦，包括郑明忠委员、国民党团啦，还有亲民党团、时代党团，还有民进党，都没有意见啊。那因为郑委员现在在内政委员会质询呢，所以我们待会程序请他补签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正式开始，好不好？啊，节省大家的时间。好，那。立院党团的协商结论啊，第一个是行政院函请审议关税法第17条、第84条及第96条条文修正草案啊。那协商结论是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。好，第二是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弃尸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及本院委员严匡衡等17人，委员罗志政等20人分别拟具。海关弃尸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三案啊，那协商结论也是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。好，那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，我们就散会啊，谢谢。